實我都是誤打誤撞咁樣咧做咗演員啦，自己係好中意嘅。喺我拍《貪狼》之前咧，我係諗過之後係咪都真係想做演員嘅。即係我覺得，如果你決定咗，係一世嘅承諾咯，唔係玩玩下話哦，諗住試下就算。我點解會中意舊嘅嘢？係因為好中意睇電影都有關，好中意睇啲舊戲啊，覺得嗰個世界好 fancy， 好夢幻。由中學開始已經很喜歡買古著的舊的東西，很有一種味道。其實我喜歡 Vintage 的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歡那些很有年代感的 cutting， 還有很獨特，還有我覺得 Vintage 是去到多少年之後都是不過時。這兩個文學作家他們都是很懂自我檢討和很懂自嘲，太宰治模型是寫著自己，夏目秀石雖然他用貓的角度去講這個世界，但其實那個主人其實是他講自己，去諷刺這個社會，諷刺自己，看到自己一些缺點是最難的，看完他們的書是很有共鳴的。我是90後啦，我自己其實都挺喜歡90年代個時代變遷得好快嘅一個年代嚟，由我小學我好記得，仲有 cassette 帶。小學上堂咧，老師要播一啲錄影帶啊，教育電視，然後仲要係一個四方盒牛龜咁大嘅一個電視機。慢慢咧，我大過咗少少，中學又突然間多咗 smartphone 喎，變得好快咯。嗰十年之間，我覺得我自己好幸運，原來都仲可以喺2000年之前出世。